天空之城已经是24关都通了，接下来是最后一个 boss 关啊。你们可能说它这个并没有开启，但是呢我是在这个百度贴吧找了一个存档以及这个数据包呢已经是将这个关卡打开了，当然是修改了，所以呢我们就点进去看一下，它这个闪退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机型的缘故啊，多半是因为我机型，所以导致了中途可能会闪退，所以呢这个关卡我不一定会打完，也就是说打这个关卡我们要上阳光菇啊，打这个关卡也就是打一半就结束，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天空之城的 boss 长什么样子啊。然而他现在还是并没有出真正的正式版 boss 啊，所以我们就只能等一等。哎，真帅气。摆阵的这块是很简单的，摆阵我们就是因为阳光菇便宜啊，所以我们用阳光菇，平时都是用这个双头，然后看上加速，等这个阳光菇成长一会儿。好，差不多开始，现在我们可以任它蹂躏我们的阳光菇。哎，你看它这一脚踩下去一片就没了，非常欺人太甚啊，所以我们能补多少是多少吧。你又要干嘛？嘿嘿，又踩了。